迄里向会当讲是人才辈出，出了真侪本土艺术家。之前咱头新闻都报道过音乐关注，即卖阁出现了两位书法高人，王如强甲陈慧玲这两位已经八十外岁老先生。因无师自通，过了六十岁才开始学写书法。这二十年的时间落来，大大细项的作品是真使人学了。在时节和乡亲的支持之下，这两位老先生今日做伙在溪里乡的图书馆举办书法展览。乡长陈金伦也邀请乡亲做伙来观赏。在今日时节支持下，溪里乡书法素人王如强、陈慧玲两位老先生共同在乡的图书馆举办书法展览，真侪亲戚朋友前来支持，场面是相当温馨和乐。书法素人王如强、陈慧玲两位老先生，除了无师自通成为书法家，而且拢是为六十多岁才开始学写书法。作品的内容特色，大部分拢是日常生活以及心情的展现，使人感觉真亲切。这次的展出吼，我有迄个心得啦，吼，因为促成啦，吼，啊，我对这个书法啦，有加一步深入的认识，吼，啊，那我愿望啊，吼，我嘛想，我若安尼吼，佮加强吼，吼。来练习吼，来写吼，看有进步无呢吼。我较早伫学写毛笔的时吼，内底是拢去捡人去做个红毛土遐吼，倒起来啊去甲消费，啊内底迄内底只温水安尼，目青菜安尼吼，啊迄呐写水落吼，因遐老前辈甲我讲，你写水落字拢看有啊，啊呐打起都甲做原材，安尼你拢嘛。唔免去买乌目东西，干那一支笔温水安尼学来的。六十多岁才开始学写书法，到今也写了要二十年。除了作品真有美感、有意境，因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，也和溪里乡亲是真佩服。我们都是要有我们的前辈啊，来做我们的一个承先，然后这样一个导花、一个起后的一个作用，好、哦，这让年轻人也好，小朋友也好，看到。两位老先生的字啊，会兴起一股那个学术的一个热潮哈。啊，这个两位老先生呢，拢参加过八二三炮战，啊，无师自通啦哈，啊，受到咱这些艺术家的鼓励，啊，咱拢知影吼，艺术来自于生活，啊，所以这两个老先生今日鼓起勇气伫咱溪里乡图书馆来展览，啊，希望讲会使带动更多的素人哈。啊，鼓起勇气，啊，来学习艺术。由素人王如强、陈慧玲两位老先生共同举办的书法联展，将在溪里乡的图书馆展出到二十七号。乡长陈金伦也是正邀请南投乡亲会当踊跃前来支持素人创作。记者金木山采访报道。